那到什么以前？回来了就这样子，今早上回来。啊。不早回来，没东西。今年不是很好的。啊。小妞要到幼儿园去。哎。那今早还没去。没去啊。今早因为从没回来嘛，就来了嘛，就是也在学堂里向老，就是规定辰光，一定要搿个辰光到。哦。稍微啊。小红啊，你给我打点招呼。